多菜围炉微客满，像是日本料理店就推出这种吧台服务，还可以欣赏师傅的桌边料理秀。就呈现，炭火摆在眼前，生鱼片现场炙烧。或是加进稻草煎鱼熏烤入味，饭店日式餐厅吧台区16个位置，除夕夜一位难求。有少数客人其实也有提到说，他不想要再跟人家这样做比较挤、比较热闹的一个情形下用餐，他想要比较悠闲、比较安静的一个氛围。也有日式个人套餐，有鲑鱼饭、温菜、生鱼片、冷盘乌贼，因应春节加进高档食材，像龙虾、和牛七八道菜组合，就连年节必吃的火锅也吹一锅。西班牙锅放进道地的腊肠、米血肠加猪脚，号称西式佛跳墙；日式则有和牛锅，有别于传统中式口味。过年围炉不见得中式当道，看准台湾人接受度高，西式、日式、泰式分头抢进，瓜分年菜市场。TVBS 新闻中心刘崇文杰台北报道。